星座的北京烤鸭，老香了。老，你快来呀！老爸来喽，小胖开饭啦！你咋才来呢？这给我饿的。为什么你？都是为了你。上期视频，小伙伴们说过年了，想看你挑战一天只吃具有传统特色的北京美食。要能挑战成功，小伙伴们就带着所有亲戚给你点小心心，我还有新年礼物送给你的。那就搂他。哎呀！哇，是这味儿啊！到了周五要吃饱，就给小胖来一碗老北京炸酱面。这都中午了，那新年礼物咋还不给我呢？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过年了我在转转上给你买了个手机。哎呦，哇塞，哇，哎呀，还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。这个呀，我是在转转 APP 给你买的二手手机，虽然不是新机，但是比新机便宜1000多块钱呢。省下来的钱不就又能给你买好吃的了吗？所以啊，我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买二手手机。这么新，我都没看出来这是二手手机。礼物都收到了，赶紧完成挑战吧。好嘞。嗯，好吃的。到了晚饭要吃少，就给小胖来一小盘老北京爆肚。妈，今天吃的那叫一个地道。